画一张奇观花，用另外的一种方式表达，就是用线去勾，然后再去点，这种线呢也是长长短短，就是用笔要充分，就是画的笔上的这种颜色是脏的，但是你要画到这个画面里头，它反而显得不脏，你看这种感觉，画的就是跟边上的一种关系，或者说不要想到自然当中的那个形，然后这边你要那个小叶，够了，这上面就这两个叶子。